谁先来？分儿第一的先来吧。可以可以。来吧，来了来。我们榜，我们榜，我们榜铃铛。照看摊位，第一局，粉队先当摊主，蓝队和黄队先躲藏。临时摊主是刘些宁，跑堂是凯哥和白露。请粉队的两位出发吧。大家留点体力吧。在哪里？ 前面没事儿，咱们悠悠的。他们躲了吗？然后啥意思啊？我们藏，咱们开始藏猫吗？捉迷藏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走着藏。最近也看不到我。我去，这么难。 能死？哎，算了，大家都想到这儿了。我去，这也太远了。拿几个？这个。都拿走。真的假的？这样好吗？好累呀！太远了。 跑了个中长跑，你知道吗？去，好累啊！好累啊！太远了，真的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这绝对是一种战术。然后你们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好远！你别把自己把它打掉了啊！ 杀线小狮出摊了！来，我已经看到一个了。哎嘿嘿！太快了吧！请你去休息。<笑> 是不是我藏到最后就算赢啊？我发现了，我不能让他们。老沙，快！老沙，快！不要出来！不要出来！沙宝，你就在沙宝里面待着。其实就应该一个人在这儿防着。倒计时：5、4、3、2、1。
疼啊了。这也行啊。哎呦，我的脖子，还好那个盒子够深。优秀，沙宝，你在哪儿啊？我都不知道。这布有点厚啊，这里头。沙哥，我的天，沙哥可以出来了。我不会一会儿自己出不来了。哎呀妈呀，闷死了！我大脑都缺氧了，这里。肯定啊。哎。黄队 ，Baby 和大勋被找到了，武艺藏到了最后，所以黄队这一轮和蓝队晨哥拿到了娃娃，一同拿到了娃娃，沙哥藏到了最后。这么牛吗？所以蓝队这一轮获得13分。我就听外号叫啊。第二轮蓝队来找人，我们还藏是吧？还藏。地儿了，得换地儿了，要不就不，他们那个抓到你就不行了。还没俩人来回在这，来回在这抓。那他抓不到我呢？如果他跑得没我快呢？那是啊，那可以、啊，那你就厉害了、啊。但你得在一个位置又能看着他，然后你又能跑。对。啊。蓝队临时摊主是沙溢，跑堂是晨哥和一彤，请出发。出发，走走，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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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说，我打算藏在我们身后的 VJ 堆里，拿个东西把自己盖住。你们坐呀，坐呀。对。藏不住了，没有地儿了。没地儿啊。没有地儿了。我打算主要是去抢，我的战术就先去抢。有那个草的衣服就好了，隐形。我的妈呀，这咋藏啊？我有，你别拍我，我有。我不拍，不拍。我看到有一个，左右都有，他们还在走。你看，还在走。魏大勋，我看见他了。到那儿了。没有地儿了。我先把他去吧。对，给你，你拿着这个去喊，我就站在他边上。哥哥，你还没喊山野小吃出摊呢。我喊啊！啊，他喊了吗？喊了吗？喊了。可以了。山野小吃出摊啦！没有，算了。喊喊完了，已经开始了。我们都开始，正凯都得分了。